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啊，第六品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就这一句话了。阿惟越智是印度话。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啊，这个不退转里面包括了三种不退转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这三种不退转都证得是什么果位呢？在一般讲起来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超越十法界了，他已经往生诸佛十报庄严土了，啊，他才证这三种不退。啊，阿罗汉只证一个，位不退。啊，菩萨证的行不退，念不退还做不到。啊。那都是没有出十法界，正在念不退的超越十法界了，真的成佛了。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这种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断，全靠信愿持名，就靠这个，靠佛力加持啊。啊，我们自己只要把这个信愿持名这四个字做到，佛力加持我们，我们就能往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，换一句话，烦恼习气是带去的，叫带业往生呐。修其他的法门是不可能啊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修这个法门很幸运的，不但出六道了，还出十法界了。你说这多难得啊！真叫功超累劫啊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正三不退。正三不退上的还加一个字，圆正三不退。那可不简单了啊，圆是圆满啊，圆满证得三不退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华严经上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，证三不退，初住就证得了，加个圆字就到七地了。没人相信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！我们能相信，凭什么相信呢？是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怎么可能？凡夫实在讲，不是你证的，你的智慧，你的道行，你的神通，你的福报，跟七地菩萨平等，是阿弥陀佛的福报，到那去享他的福啊！啊，不是自己就享他的福，自己要证得七地啊，在极乐世界自己修行证得七地，那就是自己福报，自己没有证得这个级别的话，享受阿弥陀佛的福报啊，这就相信啊，就没有疑问了啊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多大啊，所以这些话了，我们应当相信，这是佛祖的成地之言。